作为这个基点。嗯，连续突破，九鹏中投，好球，好球！呵，哎呦，莫兰德的身体力量啊！七个前场篮球了，这才打了半节比赛啊！看看能不能得分，好球！嗯，王浩然，对啊，这个就是让这个萨林杰顶他，就不能形成这个很有效的没错防守。好球，冯鑫，好球，好球，连续的突破。冯鑫啊，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动进攻的点啊，然后利用失误以后的反击来攻击对方，又感觉抢就能把你给抢，给你抢花了那种感觉。来，请王浩然，好球，小伙子敢投，可以，这有信心啊，可以。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质量在提升啊，嗯，白后天防守还是比较硬，远角这球防得不错，三打二。王浩然蹦筐扣进，漂亮！嗯，这追到只差了三分了。对，这个快攻，就是利用辽宁队投篮不中，然后这个反击篮板球保证以后反击，只差三分了。对对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这节是28-22，深圳赢了六分，这一下就到16分了，这球就很难受了。就上个赛季季后赛那个令人恐怖的福格又回来了，好球！王浩然及时止血。王浩然今天第二个三分，夹击，夹击，逼迫出球，看看王浩然再一记三分，又中，外线投篮，这就考验你外线投篮了。对，啊，机会都出来了，哎呦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再进，王浩然今天，王浩然今天彻底开了三分篮。五投四中，五中四，